科技狠活啊，看好了，这小狗，哎呦，哎呦这，老过瘾了。吸一个啊，跟果冻似的，哈喽，姐妹们，香辣牛骨髓啊，吃之前放点咱家的火鸡面酱。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六妈妈点个小红心，谢谢大家啦！我妈妈今天吃的是牛骨髓。拜拜拜拜。别人说这是鸡蛋，但是它真的是活脱脱的鱼，全是鱼，像这种大的它动不脱，它鱼会全在里面。这个东西就是你吃一次就上头，但是你不吃它又响，是吧？